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呢现在继续用这个太青蓝加墨调成这个墨青色，调成这个淡墨青色，我们烘染一下背景。我们这个叶子的部分呢，现在慢慢颜色已经深起来了，但现在这个叶子深了以后呢，这个背景稍微这个颜色有点跟不上了，所以我们还得继续。这个背景要加深一下。我们现在呢，用的是这个太青蓝加墨，调成这个墨青色，染这个背景的部分。这个颜色呢偏淡，大家染背景呢千万不要染重了啊。我们采用分染的手法。通过这一步呢，正好把这个叶子呢也可以衬托一下，不至于太孤立。烘染这个背景呢，颜色一定要偏淡。重的呢，这个背景不容易染匀。注意这些小的细节，小的这些空档呢，我们也给它填上去。
好，我们把下面的部分呢也给它染一下。注意往下面呢，越来越淡，这个过渡一定要自然。逐步往下呢，逐步给它往下越来越淡。我们呢要充分利用这个水笔上残留的颜色，给它逐步往下拖。
好，这个叶子边缘的背景部分呢，我们先画到这里，待会儿我们再画鱼周围的背景。好，我们用刚才这个颜色继续。为了把这个鱼呢跟这个水面进行更加融合，所以呢我们用点这个墨青色，把鱼的尾部呢稍微给它照一下，让它有融入这个水里面这种感觉。就是说，这个尾部呢，我们要让它引进去，引到水里去。我们画这个鱼呢，一定要画出那种在水里的感觉，不能把鱼看的就像贴上去一样，这样就不好看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根据这个鱼的外轮廓线呢，我们给它烘染一下鱼的背景。这个鱼的背景的颜色呢，和刚才用的这个染叶子背景颜色是一样的，都是用这个太青蓝加少许墨调成这个墨青色。这个颜色也是要偏淡，不要太重了。太重了呢，不容易染匀，所以我们在烘染背景的时候呢，这个颜色一定要稍微淡一点。好，贴着这个外轮廓走。通过我们对这个背景的加深呢，这个鱼呢就显得更加突出了。
这一步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颜色要淡一点，然后呢，通过这个分染的形式把它染匀就可以了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鱼的背景的烘染部分呢，和我们第一遍画的呢，其实都差不多啊。所以这一部分呢，我们等一下就不全部录制了，就示范一部分。这个头部，这个背景画的时候呢，要注意这个鱼的这个胡须要给它留出来。我们这个背景呢，主要是把这个鱼衬托出来的。画这些小细节呢，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像这个胡须的部分呢，我们是要空出来的。我们在烘染这个鱼背景的时候呢，大家要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推过去，不要一下子场面铺得太大，这样呢，一下这个颜色干了，你就染不开了。所以大家看我染的时候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向前推进。往往初学者呢，他就贪多贪快，反而最后呢染不开。造成这个失败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要注意到这个颜色，这个什么时候会干，而且自己能不能染开等等。
所以一般来说，场面呢尽量不要铺大了，一步个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的向前推进。好，这个鱼的背景的部分呢，后面的呢我们就不示范了啊，我们看一下画好的效果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鱼的背景，基本上已经染完的部分，我们还剩了一个尾巴啊，正在染。有些部分比较简单的呢，我们就这个篇幅呢就会压缩一下，因为不然这个我们录制起来呢，这个篇幅太长会。好，我们这个画面干了以后呢，我们对这个鱼的一些局部呢，也给它染一些这个背景色上去。这个颜色就比刚才的要更淡一些，我们稍微多加一点水。我们把这个两条鱼这个压盖关系染一下，一条鱼在上，一条鱼在下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要给这个鱼鳍呢带点这个背景色上去，这样呢这个鱼才能更好的跟水融合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们稍微染一点淡的这个背景色给它。这一部分呢，我们既要有，但是千万不要染重了。这一部分呢，比刚才这个背景呢还要染得更淡。这一部分的颜色呢，宁可淡也不要浓，这要一定要记住的。
好，我们把这条鱼的尾部呢，也给它稍微压一下，把这个鱼呢，给它融入到这个水里。我们这的话呢，基本上鱼的部分的处理呢，就是采用这个，把鱼的头部作为重点，把尾部呢作为一个次要的，所以我们把尾部呢画的比较虚，把这个头部呢画的实一些。好，这样呢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下面进行花头部分的绘制。我们用曙红加少许墨调一个这个红色，注意这个颜色呢比较淡，因为我们现在第一遍染这个花头的部分。刚才我们这个曙红呢，只要稍稍加一点点墨，去去火气就可以了，不要加的太多。这个颜色呢，我们也调的比较偏淡，因为我们这是第一遍染色，所以呢，颜色一定不要太浓。我们第一遍呢是分染这个花头，我们这一边呢，就是把花头的这些结构给它染出来。这个花头的染法呢，我们一般都是这个正半呢稍微深一点，反半呢稍微浅一点，
但我们现在在画第一步的时候呢，先不用管它，先整体给它染一遍，不管正反。我们有些初学者呢，这个可能对这个牡丹啊画的也不是太多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这个花头的部分呢，这个录制的成分呢会比较多，占用的时间呢也会比较多一些。注意这个反瓣呢，要留一条水线。留这条水线的目的呢，就是便于区分这个前后关系。我们这张牡丹花头呢，是来自于一张这个牡丹摄影作品。通过这个加工整理而得来。这个花头的部分呢，这张这个照片呢，是我去这个山东写生的时候拍的。以后同学们在创作的时候呢，可以多到外面写生，然后呢，也可以拍一些这个素材回来进行加工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这一步呢就先画到这里，待会呢我们继续进行。